青龙山四八九，只要廿十八拢去签，来十八拢去签啦。要食肉只来听好，八兵将来叫个六只、七只、八只，来，这当个拢虽然没签好啊，这肉只来我卖要介绍啦，好吧？这肉只来恁大家拢比我厉害啊，拢去签签食只来好啦。青龙山四啊，来啊，五六七八啊，好不？八八啊，九八十八啊，来啊！唔免五百啦，嘛免四百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无我招四个人加搞买好啊，一个人免上百，即个等于新加钱的新苗，三百块咯。三百啊！来上面食现捞的百，即个三百块咯。百只三百。来六七啦，来八九啊，你啊那是总共卖两份，我卖上，你卖上嘛？金龙四六，我来讲，来无落去啊？无落去啊！今仔日老买百只来注意听，即正现捞的啊，即当然啊，你甲用真的就好啊，即两百块哩。这两百块哩，再来加钱好啊！这百只来人人爱，这两百块来，唔免五百，免四百，好嘛？来全部四个好啊！三百上面签个三百，三百啊！有人要吃百只来无？三百块了，三百啊！来啊来啊，这个哩啊，给咱签签嘞，这才十四五百啊！恁给咱签签就是啊，来这个哩啊，无啊，三百上面签个三百，三百来哦，三百，这让我领咯，三百好，人要签百只来无？三百，咱们捡肉进来无？收钱啊！哎，这边都考虑了吧？哎，三百，三百啊！进来得十六七八嘞，十六七八嘞，三百块上面捡了三百，来莫走。三百块，咱们捡了无？哎，我招一个人过了无？这肉质量真正安尼卖三百块考虑，哎，搁一个人过了我无？三百好无？肉质量？哎，三百。这真正没开玩笑，上几钱啊？来吃。一堆啊，一堆肉只啊，三百块，这个还可以哦。搁一个三百哦。哎，三百。搁一个人给三百哦，给恁先。好不？麻烦搁一个落去。三百。哎，三百啊。我最主要是要恁赚偌济啊。三百搁一个上面啊，三百。拢无人要给钱啊，听好啊，注意听。我这卖卖啊，我这要送你。你老在伫外口买安尼三百，你起来行我，我钱搁减退落去，来再告你。来三百，好一个啊！我最后搁招一个就好，免五百四百，三百搁一个就好。三百哦。最后一个客人三百破退起来。这样这边啊。对，下号票你家己送，啊，下号票你家送，搁一个人做三百。三百哦。最后就是三百，上面一个无。三百。最后一个三百，现老啊，变迄个迄个。我倒是没有。哎，到人吃不了，要买百五的嘛，吃不了，无买百五啦。哎，百五啊。吃不了，买百五啦，百五啦，小家庭的啦，卖去留这两分的啦，百五上面这个啦。百五。有人要吃这个、迄个、迄个什么呀？百几来无？百五。百五。百五。哎，阿姐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先来者来者。你又到买三百百几来啊？我来讲。我一半是你啊，一半我搁上给你一百了啦，你来一百啊，来多个一百哦。真真实实，不爱留，一百块。不爱留，不爱留。他说你转几多块了哦？要求，手够平啊。要求，手够平啊。谢谢了，谢谢。来，来不来？要吃啥？要吃啥？我讲啊，你有人要吃石斑无？要吃啥感觉无？水饺啊。来水饺哇！果冻你要偌济？一包。一包啊！我用，我直接清气的跟你讲，这果冻要一包。果冻够两面啊，无一包了。来一包哦。哎，你到底要吃了伊？来一包。一包够两面吃果冻的无？哎，一包。一百块够两面啊，无一包。有啊吼，一包。哎，我们吃啥物？水饺。水饺你要啥物口味？你迄个，我八七来来收着。啊，即我来讲，迄个迄个高丽菜拢卖了，美女，迄我的菜头粿一份，四包两百俩，非常好，港式的。四包两百，你要菇菜要几包？无，伊无高丽菜吗？高丽菜拢卖了啦，出早就卖了啦。剩菇菜到菇包，你看要几包啊？菇包好啦。菇包你要几包？我再剩四包嘛无，要四包还是哪？还是要几包？我就真正无。两包，两包，两包。过来，要食菇肉水饺无？两包拢无啊？牛肉水饺，阿舅来来来，两包啊！到两边吃迄个韭菜水饺哦，哎，帅哥，到两边吃韭菜水饺三百五包，你嘛剩只俩一包，两边来无？这一包五十五粒吧，
一百块而已，韭菜水饺一百块。来一包。有人要吃韭菜水饺无？来大杯几包？大概要一包两包。两包，哇！我今天我买超侪咯，好吃哦。一个鸡架多好吃嘞，这50块100块，这个是两块，真正好吃嘞。好，进一包，来，好，进一包了 ，OK。一包十块嘛，过两个鸡架话，再剩三包，还要多几块，卖到几块去啊？哎，乌鱼子哈，我记得七角龙贡，要40跟我们收，超人好吃，真正好吃。好，挂了。挂了，老哥哥。那我你看小姐话阿无啊？哦，可以收再利用。阿你我退一包。系无，阿退无。你又叫我派飞机来。哦，你算好人，阿你算好人。解我你咩话有无？阿你咩解什么话讲？我又冇客人来，你冇法介绍的。还是拢我你背咯。伊只老鸡腿做起来，伊只一包10块，只一支20块尔，10块200，有人要食老鸡腿无？做起来哦，放水啊！系啊，这真正好食，多少钱？买3包尔，水饺了，我等下卖了。来，过来买啥物事？我月亮花吃虾米哦。来啊，恁这人家就来啊！来啊，我来讲话，恁这人家先给钱的先啊，出无啊？好啦，希望把服务节掏钱，我都还。来，恁这边边怎么样？我这挪威青鱼拢未死咸的，这一条百倍两条三人，我嘛无啊，唔免三人，唔免让你开三号先给钱，300平方尺。这条够你也无啊，现在真真正正这条过来，这条够你啦，没有了啦，这两条够你啦，这条过来啊，这条过来，300，哪要吃啊？300，挪威青鱼300个。该你存只了吗？存只少了，无。一条够你啦，一条够你啦，两个人够买落来300来。300，那个老先生，等你啦，等你啦，我讲文听啦。来啦，再给一条啦，再给一条啦，最后要一条啦。无啊，无啊，你好啊，21啊。无啊，那真正的小公主啊。这真正的猎物呢？哇，那无啊。啊！你来本身，以前人讲的月亮花之下，面这内底有虾啊，甲飞机，这内底有泰式酸辣，这一包800，2包300，我免300，好不好？唔免让你家己啊拿钱，买2包就好啦，2包我都。来200啊！上来1万块，来2包上面写月亮花之下品，保证虾啊甲飞机啊哦，2包了。2包。啊，这我讲完听哦，你若讲买2包，我再加1包送你，酒料你也免买啊，内底拢有啊。好，我还发300、500，拢全面全部奖给3包，其实六个人都得嘞。一包给你吃，一包给你吃，四包给你好啦。五个人给你没有了嘛？哎，拢无啊。先给钱的200咯。200。那来要吃月亮花枝虾饼了无？200块，这种真的上好吃。啊，买上钱啊，200了，一包剩50块，200块咯。月亮花枝虾饼，这样你个虾饼甲煎到赤赤是太好吃啊。过来买来嘛，200。好啦。你去处理啊！啊，我叫加伊嘛。哎，靠，人要买100无？要吃好卖无？自己来啊！有人要40无？2包100，试吃。来一包。有啊，来。来，我是甲恁请教一下，靠，人要点啥物菜无？有人想要吃是贡丸啥物啊？贡丸。来，贡丸给个。接，来，接贡。毛豆无嘞。来，准加2无啊？来，贡丸啥物吃？要。看看你要几包。5包来咯，来5包咩吼？啊，金龙虾，4包。过来要吃贡丸的无？五包。有人要2包的无？200块试吃的无？五十八贡丸。大哥，好咩啊？五十八贡丸。来，我来贡丸，还无剩3包啦。恁吃每1包钟要吃贡丸啊？100了。来，保养。试吃啊。靠近咯。吃贡丸啊，1包。来，靠近。过来要1包的无？还要100块，买100块，五十八。一包。一包啊。哦，你来吃咯。呀，两包，最好吃啊！我讲完装不起，我袂难排。这个绝对恁要买买无，啊无这恁要买买无，这卖搁留啊好无？这就一个人家买买，同个就剩一分尔，恁若买买同个，那搁留济啊？这可能，来啊，一个人家来无？300、500遍啊！伊这钓尾鱼啊，这种龙哦，300遍哦，2包啊。2包来哦。有人要吃钓尾鱼无？淡淡有气啊！啊，这有4包1000。啊，恁做过来吃看嘛，这野生的吃看嘛。来，到那边钓鱼的，2包了。
来两百啊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、十一只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要来一个人给两包啊！来两百啊！有人要吃两个药无？两百块。有人要吃两个药无？两百。会啦，那八百块。来啦，我再加一杯给你啦，再加两杯给你啦，再加三杯啦，再加四杯，再加五杯啦，一个人给啦，两百给你整啦。哎，两百啊！有人要吃两个鱼的无？哎，麦克春，吃咩啊？边啊？来啦，个人要吃无？两百啊？好吃啊！有人无得哎，还是恁吃袂了要试吃，啊无恁买一半一百，小家庭啊无紧啦，我也无敢收啊贵，一百有人要吃无？一百？哎，一百啊！有买一百的无？六百啦，八百啦，再到，你听我讲，十百、十二百、十四百、十六百、十八百、二十百。你都有吃啦哦，你全部听我讲过就好了。来，该牛肉全部给我拼了，你起来。一个人拼一包炒，一包三包拢给我下了。来，一个人一包。注意听啊，大家注意听好哦。我今麦要介绍每一样物件拢非常重要。伊这牛肉，我炒一包就三包，好无？中来，中来，好无？全部来啊！后来注意听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，我要招十五个人给我买落啊！现场我有十五个人给有啦吼，听好，注意点来，赶紧落，一千五个，我先甲取号行，我去，过去。